我们等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直播哟。今天是一台绿绿的车子，绿绿的车子。Hello， 各位雅虎奇摩汽车机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宝。原谅我拿小电风扇，因为这太热了。我们摄影大哥今天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把它来来回回几遍了。好，今天是我期待很久的 TTS， Audi 的 TTS。其实之前黑市他们都已经有下赛道去试过了，但就唯独我 never 遇过这台车。为什么会这么想要试这台车呢？毕竟好不好，之前很夯的那个什么达龟号就是用它。然后呢， Audi 今年呢也引进了全新世代的 TTRS， 所以我们当然要来好好试一下。当然跟那个有改装然后有升级过非常多有的没的套件的黑当然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台原厂的其实就很够用，好不好？好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外观，这个颜色有没有看到它？真的，大家不止在路上会看它两眼，是看好几眼，一直盯着它看。尤其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绿色，因为它真的是蛮亮眼的。让我看一下，我真的忘记它叫什么什么什么绿了。让我瞄眼哦，对不起大家，不要说我不专业，因为真的是很特别的名字。大家仔细听好，这个绿色叫做竞驰绿，竞速的竞，然后奔驰的驰，竞驰绿。光听好像就觉得它可以造就 game over， 没有错，它可以跑很快。直列五缸，马力来到400匹。然后扭力呢，48.9 kgm， 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光听这个400匹，跑在路上，基本上你就是先让它三分啦，还跟它比拼什么？不需要了。再加上这个直列五缸，其实之前我们开过的那个 S3， 同样也是直列五缸的车，现在吼还在这个直列五缸这么多缸的这个引擎，然后有在继续推出，然后继续有把它发扬光大的车厂真的没几个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听完谢宝介绍这台 TTS， 是不是如果真的很想买 Fun Car， 然后又有那么有没有现金本钱非常预算非常够的话，基本上可以考虑它了，好不？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在欧盟的环保法规啊都越来越严格，然后越来标准越来越高，再加上之后连保时捷的718未来都要全电了，那油车然后又有引擎这样子的声音的车子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建议大家如果有心，然后真的对车子非常感兴趣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认真去想一下，收藏你自己觉得最想要的车，好不？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留言呢。好，大家一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今天反正也不会有人跟我抢钥匙，也不会有人跟我抢驾驶座，好不？就是这样子。下午好，对，你看怡雅现在就在问说，为什么这次没有黑市？我们要跟大家说吗？好啦，他就是，我们在工作分配上有就是调整了一下，所以今天只有谢宝我一个人，好不？大家很想念他的话，可以 cue 他出现，说不定他就会来回复你们了。所以怡雅是他的死忠粉丝吗？你是他的死忠粉丝吗？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它这一次的外观造型。其实，在 TT 他们这一款车子呢，在外观造型上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动跟调整，因为就够帅了，好不好？他在调整是要帅到就是翻过去吗？他们这一次呢，唯一改款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动，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车灯造型有没有？
Matrix 矩阵式 LED 头灯必须要有的，好吗？因为 Audi 他们家，我们之前都一直在笑说，就是被车灯耽误的车厂，他们家的灯好不好？非常非常的著名，也就是这一组车灯了，好。所以今天呢，他们在全新世代，很多车迷期待在 RS 这个信仰的车迷们，就一定要来看一看他们家这个车灯了。然后另外可以看到水箱护罩呢，其实他们这一次的水箱护罩呢，再加上下保杆，调整在的变化也没有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还蛮可爱的，他把 Quattro 放在这儿。这也太特别了吧，通常不是都会放在车侧的名牌啦，或者是车尾，然后直接放在这下面，这还蛮特别的一个造型。然后一样 GTS 在这里也有，然后重点来咯，你看到了黑色的地方，也就是它的黑色风格的这个外观套件呢，就是选配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呢，不仅在这个整个水箱护罩啦、下保杆啦等等的，还有这个 logo，以前都是什么镀铬的，现在变成欧线的啦。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它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选配的。你看选配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呢，选上去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它的这个后照镜的外观。这个壳好不好也是选配的，所以呢在你看到车上有黑色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选配的。然后呢一路可以看到他们家的这个线条，有没有这个折痕，之前我们也常说的 Audi 他们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折，不完全没有在用接的，没有用焊的，是直接来着的。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超大轮拱，有没有整个感觉上，其实我真心觉得，如果买这台车，买到 TTRS 的版本，就不用再改装了，什么东西都有，你把他们的外观套件给它加上去，选配上去，基本上开出去就是够下爬的。你看这个轮拱这么蓬，你也不用再去改装了。再加上他们这一次的轮框来到了20寸，然后搭配的是 P0， 相信这个我们已经对它非常熟悉了，那我们就不多做赘述。重点是22530R20这样子的扁平比配起来，就是一个十足跑格化的车子，这样子看过去就觉得帅气。20寸的框，这么大一个，对不对？好，然后看到侧边，有没有看到？蟹宝就爱这种扁扁的车，很扁，对吧？还可以跟旁边副驾驶坐下来的乘客一起打招呼之类，就是这样子，这么扁，这么低趴。刚刚进来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我都要格外放慢速度，小心翼翼。所以这一台车真的是贴地飞行，好不好？这么扁，这么贴，然后上下这个车道都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吼。然后来一路看到后面的部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除了你们很想念黑市之外，还有吗？有没有人有什么特别意见吗？好啦，你们有什么问题就留言给我们，我们 Q 黑市出来为大家解答，好吗？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是车尾的部分。车尾部分呢一样啦，就是你有看到黑色部分呢，就是那么这个选的一起给你啦。然后呢我个人很喜欢像这样子的尾翼，虽然它是固定式，它没有像那个 Porsche 它是可以怎么你时速到一个大概一个 level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升起，它是固定式的尾翼。但是呢因为这固定式的尾翼呢，有没有旁边这一块，个人就觉得它很像我自己的小86，因为它旁边就很像飞机的那个机翼，所以其实从后照镜看它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要起飞了。好，然后来看到的是这个 OLED 的后灯灯组，也是造型其实是差不多的啦，但就里面的灯光的排列组合跟之前的稍稍的不太一样。然后来看到是双出尾管是椭圆形的，然后再配上这个下扰流，有没有看到这个 RS 特别才有的哦。哦，说到 RS 还有一个地方必须得跟大家介绍，刚刚漏讲了一个，对不起，这个
红色的卡钳，这是 RS 才会有的，所以它上面也是会有这 RS 的字样，有没有？绿色配上红色，感觉好像圣诞树来着了。好啦，那这一次呢，我们刚刚有说到他们是直列五缸，所以其实跟之前我们试到的 RS3 其实基本上是同一颗心脏啦。然后呢，当然啊，它要放到 TT 上头，这调教当然就特别特别的不同了，好吗？所以试过的、开过的，就会知道它的不一样，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这次，其实我觉得它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代步车的理由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它2+2的配置，基本上好啦。你说你后面那个加二有什么作用吗？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好吗？因为呢，你如果后面坐个比较娇小的孩子的话呢，还是可以坐。但是呢，你如果长途可能会崩溃。长途可能会有点无法接受，就是这个坐姿，因为是完全超战斗的坐姿。然后你如果前面那个人又比较高大的话，他必须又要把椅子往后挪一点，那等于他就没有任何膝部空间。所以基本上这2+2呢，加二是废掉的。所以有些人呢会在这个就是把他们的后车厢的部分呢，因为它可以往前倒平嘛，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干脆不要就废掉这个后面的那个加二，然后让整个后面的是平整化。像这样子呢，来到了305公升，然后呢，你如果把它倒平的话呢，是712公升，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又要来呛呛黑市了，反正他今天不在，就比他的车还大啦，好不好？OK， 那我们来坐上车，看看里面的内装空间长什么样子呢？好，对不起，因为来得真的是太热，我们来发抖气。哇、哦，这个声音就对了啦，直列五缸的声。好，那坐上来呢？哈，我先把这风关小一点点。好，坐上来里面呢，刚刚我提到这台车是 RS 嘛，所以座椅就是一个 RS， 然后跟他们家的这个六角的水箱护罩是有呼应的，就 RS 的 logo 在这边，然后整个座椅有没有就这个六角形的格纹，然后呢是电动的吧，副驾驶座也是电动的，对，这个也是电动的。那么呢，看看这个完全没有在理副驾驶座，有没有发现副驾驶座就是分给他一个冷气出风口，剩下通通都没了，连个中控萤幕都没有。毕竟这台车就是要让你好好来感受它的操驾感受的。而且我要提到一点的就是 R8 完全触及不到，是不是马这台啊，小 R8， 你看看这个方向盘有没有？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我找不到它的 engine stop 在哪里，哎，你家啦，就在方向盘，而且 RS 是这个平把方向盘嘛，它就坐在这里。然后这个 drive mode 的这个按钮呢，也是按这边就可以出现，看说你要哪一个，有没有？它也是一样有 comfort auto， 然后跟这个 sport 模式，它其实不叫 sport 模式、欸。那是凉，对不起，我英文不是很好。好，重点是看到了这个仪表板，其实这个仪表板呢还蛮特别的啦，因为以往通常都是大家都虚拟的嘛，数位仪表板，然后呢它直接把中间这个大大的转速表就放在正中央，然后呢就让你可以看到，因为有些人开车，尤其开这种性能车，大家就会非常注意跟这个 focus 在转速表上面嘛，而且大家也知道这台车很多人都买来改，那么呢在改装的时候就非常注重这个转速表的问题，所以他们就直接在这里完全是一个超级无敌战斗模式。然后来它也有这个声浪回馈的系统，比较按下去声音就不同，我刚刚是标准，然后现在是运动，有没有？有没有？踩下去立刻就有那不一样的声音来了，哦，哎哎。好啦，然后它中间就是三环的这个冷气出风口，然后而且它也是蛮特别，因为它没有中控萤幕了嘛，它就把这个按键就是冷气大小的按键直接放在这里面，有没有？看你要几度，然后这边就是看你要是内循环啦，还是要只有吹脚胶或者是
上面的出风口都有，然后这边按键，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实体按键啦，因为有实体按键比较有那个触控的感觉。然后这边是这个 auto off 在这里，然后同样的这边也是有一些操控的键在这个地方。然后哎，饮料杯架 only one， 另外一个在里面，好不好？不然反正这台车吼，基本上我觉得后面加二是多余的，呵呵，放置包小包包跟我高跟鞋的。然后通常开这辆车也应该就是一个人，好不好？顶多副驾驶座，副驾驶座来再开给他，不然通常一个人就是放这里咯。然后呢，他这边也是蛮科技感、科技化的，来，就是这边有这个无线充电板在这个地方，放上去之后就可以有。哎，对不起，对不起。无线充电板在这边，好吧，已充电，看到吧？好，但是它的 Apple CarPlay 是有线的啦，那就是因为没有像其他的车款是这个无线的。好，那我们再来带大家看看外面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看看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今天还蛮多人来看这台车车的耶，大家对这台车都蛮有兴趣的，是不是？好，既然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一样在下面留言给我，好不好？我们都会为大家来回答。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熄火，声音太大声了。好的，有没有？看到这外观造型，再加上这个车色，哎，刚刚不是跟太阳公公说好吗？等我直播完都不可以出现，这乌云赶快再挡住它一下。太阳真的太大了，今天热歪了，所以原谅蟹宝拿着这个小电风扇。好，我们今天其实在就是试驾它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它带到了阳明山上去。在阳明山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些弯弯曲曲的这个弯道嘛，甚至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法夹弯等等。这台车基本上，我真心觉得它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安定放心的感觉。因为呢，刚刚有想到了贴地飞行，完全就是贴在地面上，不会有任何一点就是屁股会甩啦，因为现在毕竟有这个一些操控模式在里头，完全就是让你很放心，然后在弯道中想弯就弯，然后想怎样就怎样。因为它的方向盘，虽然我觉得可能在，因为我都用自动，因为我觉得在山区用 Sport，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太变态了，就 a little 小变态，所以后来我都改用这个自动模式来开，就是 normal 的模式来试乘它。然后在开的时候，这个马力，然后在山区的弯道中的表现，方向盘虽然轻一点点，但是呢，基本上你不用太大的，就是要一直去修正它。它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比 RS 3还要来得更加的安定、安心的感觉。因为 RS 3毕竟还是比较高一点嘛，然后这在跑，我们那时候带它去龟吼，就是去万里的山路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有一丁点可能会因为它的车高问题被外抛的 feel。但今天这个那么低趴，难怪大家都好喜欢这台车。TTRS 之所以有它迷人之处，就是它的调教，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电磁式跑车什么悬吊系统。然后之前呢，我比较少遇到有这样子车的悬吊啦。那在开，尤其又搭配上到这么性能车款嘛，他们晶片，然后完全在你开车的时候直接介入来操控你需要怎么样的阻尼，它都是电子化。也难怪一台车现在要这么多的晶片，你光要买一台车现在可能就要让你等一下下。像之前我们就有听过有人想要买 BRZ 嘛，你第一批没抢到就 I'm sorry， 你只能等下一次了，好不？基本上因为现在的车子刚刚有提到，你看一台车你要在引擎发动之后，电脑要帮你介入操控，然后有 blah blah blah。 虽然这台车六气囊，然后没有其他阿里布达的辅助驾驶系统 ，OK，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
安全上呢，就有给他大家斟酌了一下，就讨论说，到底要给他几分才 OK， 好不好？那基本上他这台车就是完全刚刚看到了方向盘，然后整个驾驶座舱都是驾驶为导向的，当然就是要让你好好享受开车的乐趣，享受你操驾这台车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其他都没有太多的介入，这才是一台跑车应该要有的样子嘛，对不对？好啦，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之后你们继续留言，我们就会有小编来为大家就是好好的解答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也同样会有这个图文跟影音的这个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的试驾感受，然后帅帅的照片啊什么的，我们也都今天一并给他解决了。所以之后呢，如果今天错过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放回看。那如果想要更精，就是比较有没有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的影片的话，就之后锁定我们的雅虎奇摩汽车机车，我们都会立刻为大家来有图文跟影音的试驾完整介绍。那好，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今天没有黑市了，我们请他等一下自己来为大家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见。